回想过去这一年半，很难想象当初只有我跟怡云站在司令台前，那能够找回这么多热血的姐妹，完全是超乎当初的想象。小号的保姆啊那我觉得这一年呢很开心，就是回来呢可以认识这一群很可爱的小号学妹，那今天最后一次呢就觉得很舍不得，因为总是觉得好像会有那个毕业的感觉，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这群可爱的学妹，然后他们都有吹校友团，然后就继续为中女争光，然后我爱你们。很开心可以看到非常多学姐就是为了这个表演然后又聚集在一起，因为就是以前都看不到的一个场景的就是盛况，然后也很荣幸可以带领北区练习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也看到很多学姐就是拿起很久很久没有碰到乐器，连按键都不知道怎么按了，然后连把位都忘记了，然后慢慢的就是再回到以前的吹乐器的那个感觉跟那个感动，然后就是非常非常感谢学姐们都有回来，然后也希望学妹可以感受到这个力量，然后越过现在的困境。之前看到学姐啊，因为在学校的时候都很毕恭毕敬，都会说学姐好。然后现在哎，学姐，怎么这样变好多哦？学姐冻龄哎哦！就毕业之后那个感觉差很多，很像大家一起回来的朋友。真的真的，哇，讲太多了。感谢就是学姐的邀请，那时候我是看到学姐就是影片说法国号好像没有人，然后发现说不行，再怎么样法国号一定都要有人回来，所以就召集了其他的学妹，我们最后总共收集到了6支法国号。一年多的时间虽然也是蛮辛苦的，但是我觉得今年看到这么多人一起回来，然后一起完成一个演出，然后听到久违的尖叫声，觉得还是很感动，很开心可以跟这么多学姐跟学妹一起练习，然后完成这个非常难得的表演，觉得非常的荣幸。那我也会怀念学姐每次都准备很好吃的东西，都是每个月都非常期待。那没有想到一年就这么快就过去了，这相信会是大家最美的一段回忆。谢谢这一年来所有的学姐跟学妹们，她真的很努力的在练习乐器。谢谢大家，最后在这个礼拜呢，让我每天的不断的教大家练习。希望在校生的学妹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表演，然后对仪队跟乐器，我们这种传统老字号的社团产生一种憧憬，它就是代表着台中女中。
Thank you.